Right. 洪先生您好，请就你们新动力主办这场活动能给我们说点什么吗？新动力举办这活动已经第五次了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用体育来推广两地的文化的交流了，我们觉得办这活动非常有意义，所以这个第五次呢，我们会在漫感中心的那个泛美体育中心那里举办比赛，是12月14日。今年有什么不同呢？跟往年是，往年我们是跟那个自由搏击协会来合作，所以打的规矩的是自由搏击的规矩。今年呢，我们跟那个泰拳协会合作，所以我们今年打的是泰拳，是用泰拳的规矩来打。所以呢，泰拳大家都知道是比较松肯，比较就是我们说紧张刺激的一个比赛啊。所以呢，今年呢，我们跟那个武林风节目组说，我们想打泰拳的话，他们其实也挺惆怅，因为泰拳在中国刚刚起步，然后呢，好的选手呢，他们觉得不是很多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怎么说呢？就也同意了，就派13个选手来，就害怕当天有选手可能上不了场，所以呢，我们打13比赛，他们派13个选手来。在加拿大泰拳协会更厉害了，就是说我们打13比赛，他们准备了20个运动员，就准备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上去。所以这个12月14日的比赛其实值得大家来看的，因为很简单的说，泰拳协会是给那个自由搏击协会打好多倍的一个组织，所以呢这个组织呢能学习泰拳的人大概在大有50多万，所以呢给自由搏击打很多了呀。我们说这真的用体育来推广两地的文化的话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，在我个人来讲，也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去推广这个活动。也好，感谢，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，谢谢。